膀痛的人，不用怕了，肩膀疼痛，手僵手麻，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。你的胆子可真大，手僵手麻都不管，肩膀疼痛的后果你知道吗？肩膀疼痛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按摩？手僵手麻，胳膊酸软无力抬不起，居然还有人去贴膏药，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。肩膀痛需要去按摩，肩膀痛只能用民间土方，肩膀痛需要四处跑医院。放心吧，不用花大价钱，肩膀不好的人啊，可以把嘴给我闭上了，肩膀调理好了，80岁都不显老。我只教你一个方法，如果你要划走呢，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受肩膀疼痛困扰的人是你又不是我。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，肩膀疼痛连带着整个手臂啊都难受，甚至呢手臂无力抬不起啊，肩关节转动的咔咔响，手僵手麻，这是你的肩膀呀正在发出信号，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了。老板，我要来3支肩膀小红管。3支你用得完吗？我这肩膀痛都好久了。用不了这么多啊，你先拿1支回去试。因为便宜，很多人刷到我呢就划走了，很多人呢劝我不要再拍了，可是啊我不想放弃，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改善肩膀问题的小红管啊有多好用。只需要一涂一抹，温和好吸收，养肩护肩不伤肩，由内而外的调理肩膀问题。肩膀疼痛，肩关节转动咔咔响，手臂抬不起举不高，白天疼晚上更疼，手僵手麻，连东西都拿不稳，不用乱找方法了。以前嫌贵的朋友啊，这次啊可以把嘴闭上。如果你真的想改善肩膀问题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了解详情，现在下单全国包邮。如果这个价格你还嫌贵，那你划走吧。宝源堂新谷康冷敷凝胶这次的价格低到不敢想，点击下方链接就能查看详情，没有中间环节加价，仓库直接送到您手上。我们的宝源堂金谷康冷敷凝胶温和养肩护肩不伤肩，每一支都是品质的象征。之前有人反映说零售价太贵了，好，这是官方正品的仓库发货链接，我就放在视频下方。如果说您手僵手麻，手臂酸软无力抬不起来，连东西都拿不稳，都可以用，现在下单全国包邮，点击下方链接查看详情吧。